今天又来到湖边来钓鱼了，温度很高，我感觉今天能钓到鱼，虽然天气有点阴天。我们先下一竿钓草鱼。然后我们再撒点玉米粒，好，剩下的话就交给时间了，等着。然后我去那边甩下竿看看能不能钓到鲈鱼啊。啊，我钓了一条草鱼，鲈鱼了！天哪，看到吗？哈哈，太棒了！你看大鲈鱼啊，今天钓了一条大鲈鱼，看。哦，这鲈鱼好凶啊！这鲈鱼好凶啊！其实我刚才也钓了一条，但是它跑掉了，没钓好。看，第二条，哦，看到了吗？哎，上来！Hello，OK，、okay, 今天钓到第二条了，运气不错。草鱼在那边还是没有动静啊。哦，看这鲈鱼肥吧，我超级喜欢这个鲈鱼，味道很美很美，很鲜。哦，那鱼在哪家呀？我靠！看这湖面，刚才鱼在哪家？应该是草鱼。哦吼！你看，哦，找了个把，两条。这鲈鱼好猛啊！好嘞，我得再力，看看能不能钓到第三条啊！好。今天草鱼不给力啊，我需要检查下来了。还在，重新下去。再来点玉米粒，
再钓回鲈鱼，看看能不能冲到第三条啊。好嘞，我们换个地方去钓一下鲈鱼。Fighting！ 第三条，啊、哦，但是这条好小啊，太小了，这条太小了，还是放生吧，这条太小了。哎，这样拿不下来。OK， 小宝贝，拜拜。掉了第三条，但是第三条太小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哎呀，现在有点下雨了。今天草鱼是全军覆没了，你看到这鱼就在旁边跑，它也不见着鱼上钩啊。今天还不错，钓了两条大鲈鱼，回去可以做香煎鲈鱼吃了。这是最简单的烹饪方法，但是最美味的。我们家两个孩子超级喜欢吃。今天没有办法了，现在有点下雨了，钓了差不多两个小时，看钓了两条大鲈鱼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，拜拜。